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两个质数的差是1995嘛，那么这两个数的乘积，乘完以后，它每一个数字的数字和是多少？等于是我要把这两个数的乘积找出来。首先我们看哦，这个两个数相减的话是奇数的话，一定是一个奇数一个偶数的。但是问题是，在偶数里面的话哦，只有一个数是质数，就是2。所以 P2 它一定是等于2的，那这样我就晓得呢 P1 哈，它就是等于1997嘛。好，那1997呢乘以2的话哈，1997啊哈，乘以2，这个等于274积嘛，298，298是9嘛哈，是89积3994。所以呢，乘起来是3994啊。1997乘以2的话，3994啊。然后各个数字把这是3994，各个数字加起来就是3+9+9+4，等于多少呢？3+9+9+4啊，等于25。所以这一题哈。答案应该要选 C。